我先开，对对对，等一下。好，稍等一下。这个很其实没有 share screen 也 OK。这一个主要是希望能够在 Slack 里面有一个欢迎词，因为从大概疫情开始到现在 ，Slack 里面有大概700多位新参者。那我们发现说有很多新参者进来之后，其实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的感觉。所以我们希望说在 Slack 当他加入 Slack 之后，我们会跳出一个欢迎词，那大概告诉他说有几个步骤，大家可以开始去探索Slack 做什么，然后去了解和认识居零B社群是在做什么样，怎么方式运作的一个社群。那所以我们希望说不好意思，因为我同一个空间里面还有其他小孩在上课，所以那个我们就是希望说今天大家能够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欢迎词现在的规划是不是 OK。 那尤其是如果你是新参者的话，特别欢迎你就是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然后我们希望说今天在成果报告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完稿，那我们就会先把这一版的欢迎词就会先放到G0B 的 Slack 里面，那大家新加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所以这一个计划基本上就是欢迎所有人，包括新参者，尤其是新参者特别欢迎。那就先这样子，谢谢大家。